这个爬上我床的男人叫大直，是我大学的直属学长。我要干嘛？叫啪啪啪。我跟你啪啪啪。陈思豪，你听，这什么声音？身体鼓棒的声音。变态，你有事吗？哦哟，就知道你要整我。今天不是泼水节，何必泼啊？刚刚不是有人叫我名字吗？我干！陈思豪，白痴哦！痛啊！为什么你下面会痛啊？因为咬到吸我的包皮啊！神经病啊！我这是豆皮，又不是包皮。对呀、啊，你身材最好了。人要摸你，你都好。OK， 你就是公共财啊。I do know。没有哦，刚刚像我就没有想给他摸啊。还是你不是跟同事吃饭，是偷偷去约会、啊，不敢跟我说。祝你生日快乐！我第一个愿望，三个愿望都不要讲，这样中奖的几率比较高。你管很多哎、欸，只管你而已。哎、欸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？怎样？要帮我介绍啊？我同性恋就只认识你一个，是要介绍鬼给你认识哦？不然你适合哪一种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就。可能是他让我觉得，对，就，没事哦，不要在那边摇床了。不会是地震吧？啊，没事，徐阳在，不用玩了，先让我睡一下，累了。我失恋难过的时候，你一直陪我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真的很讨厌？这些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更不知所措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，才争取我去联谊啊？